想要一个高端旗舰，就不要再看什么 Mate 40系列了，价格太高不说，屏幕色素着实一般，前置摄像头也没有红外摄像头，变焦也只有30倍，但价格256G 都去了3000多，性价比真的很一般。作为 ITG 批发员，DJ 天天大量到货是肯定的。那我给大家安排同样的旗舰 Mate 30及 P40 都是挺香的机型，因为目前的行情可以说是天塌了。首先说 P40 及 Mate 30这两款系列都是搭载的麒麟990 5G 的芯片，稳定性及性能不用多说。重要的是 P40 小巧的外观，搭载6.1帧的 OLED 屏幕，手感圆润精致，苹果15 Pro 都没有这么好的手感。其次，如果你喜欢大点的屏幕，Mate 30系列 5G 版也是你的不二之选，配置跟 P40 差不多，屏幕采用6.6寸经典的跑车外观，放到现在依然可以放到第一梯队。以上两款机型，P40 是5000万的三摄组合，索尼徕卡加 MX700，而 Mate 30 5G 主摄是4000万加三摄，加索尼 MX600，同样都是30倍的潜望式镜头，在手机界成为行业的翘楚一点也不夸张，并且还支持超级快充40瓦。就上面这些，对比 Mate 60 Pro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压力。目前 P40 128G 拿在我手里也只要1500左右，256G 一般加350就可以搞定。Mate 30 5G 1600也同样可以下来，像很多博主还卖到2000多，这就是很多人不懂行情的结果。说完华为，再说苹果手机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由于 15PM 定价太高， 14PM 就涨了200左右。在前几期视频我也有讲过，这几天我的 14M 差不多按以前的行情基本上已经走完，但今天到的这批 13PM 也有10多台，刚开箱已经测试了，都是纯五锁 512G， 外观9899芯，也才5500，电效90以上加50， 95以上的加100，我相信很多博主 256G 都是这个行情吧。视频我也讲了这么多，你们也看了这么久，点赞关注一下不过分吧。